我们还有大型游览车停在后面的，因为现在观光团很多啊，那就停在我们后面那个消防栓那边，那我们进出不方便啊。那委员啊，住户大家就反映啊，那找里长来，里长也没办法、啊。我市长比较快。是郭哥自己变的。哈哈哈哈哈。对吧？是游览车怎么可以停在这边？哈就跟游览车司机在那边对峙。哎，不能停在这边，那消防栓怎么办？我跟你讲，我又不想，我又不会出现在选票上面，为什么每天找我麻烦？郭子乾高票当选社区主委，超搞笑，一秒上升柯文哲。我想先说他很抠哎、欸，就是他会把剧组的水都带回家。哎呦！郭子乾一号在深圳把我家富贵发的两个儿子于景胡志向出席宣传记者会，没想到他们俩现实和角色如一，都是省钱狂魔。那你会带剧组便当回去？我、哦、会，这个一定会，我也会耶，这个一定会，这个好。我去要当餐就要吃哦，不要隔夜哦。现在这个食安，我都隔夜吃哎，我都冰起来，然后又冰起来，又要加热，又冰起来，对，我也是，不要了。真的、哦、会有问题？啊，你们最近的食安问题，你是都没注意哦。但是他的是去年的、啊，所以还好。去年的食安。哎，好像去年会不会一年之后发作也不晓得。而剧中和社区邻居有许多有趣互动的郭子乾，现实生活中还高票当选社区主委。社区里面大概15%的是那种大钢牙的，就是很固执的那一块哦，不照他就开始讲，他怎样。那我还好啊，因为我自己在演艺圈，我让他们找不到人。我反正遇到的我要先忙，哎，不是那个事情，我先忙，回来再说。像我们大门已经变电动门了，到那边不用手提大包小包，还在、欸、到底要怎么开门？哎、欸，到那边就开门，哇，大家就觉得这个很好。然后还有地下室上来，然后我们用一个大的电视萤幕看来车，对，这个也很好，不用凹凸镜、嗯，我们直接看一个。大概50寸的那个萤幕，看到来车有没有？哦，这很方便。然后还有前面的行道树，因为我们也把它执行了，就变成可以看到我们社区的喷水池，然后走路也比较宽敞，不能在这边一直说我自己做了很多事。我们每个月管理费收进来，然后又要支出，怕会入不敷出，现在都有点负的。前几届都开始了，自己垫我干嘛来当主？我们还有大型游览车停在后面的，因为现在观光团很多啊，那就停在我们后面那个消防栓那边，那我们进出不方便啊。那委员啊，住户大家就反映啊，那找里长来，里长也没办法、啊。我市长比较快。是郭哥自己变的。游览车怎么可以停在这边？就跟游览车司机在那边对峙，哎，不能停在这边，那消防栓怎么办？